舞台上决输赢，赢者这钱和这漂亮的姑娘统统归他，要是输了你就得脱了裤子从这儿爬出去。嗯，哈哈哈哈哈哈。王先生，赌大赌小？按照中国人的习惯，赌大不赌小。好，请。请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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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上茶。嗯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先生。钟国栋啊，你的裤子是自己脱呢，还是让我们替你脱呢？嗯，慢着。过来吧。这怎么解释？山本先生，还是您脱了裤子往出爬吧。嗯。